很认真的在组装一个机器的。这个是机器人吗？我还没做好。它的头在哪里呀、啊？就是这个。你在研究开发机器人？那机器人可以上外太空吗？没办法。没办法。还是钢铁人可以咻，这个机器人，这个是什么机器人？这是他的头。这个我看不太懂哎。这是和变变机器人，它可以旋转。那他的手呢？他的手是这个。这也太短了吧那个手怎么那么短他没有手的，怎么跟恐龙一样他没有手的，这个机器人是没有手的。嗯，没有手他要怎么吃饭啊？他不会没有样子，那他要怎么擦屁股？怎么没有？他没有要擦屁股，这就要一个